反正我想起来就激动。学校生活应该怎么样？听不懂。物理，物理科学家。还有物理，数学学来干嘛的？留给科学家的。搞创意。但是我不会做这个作业，我就必须得去抄。你不是只是录节目的吗？要不要讲这个？会用英文说。现在好多作业要做，崩溃了。本节目由认真搞笑、低调冷泡的小明同学冷泡茶冠名播出。